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给您做好。那么严肃干嘛呀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不就演场戏吗？再说了，所有的退路都给您安排好了，绝对安全。啊，我不会亏待您。谢谢老大。 电了，赶紧过来！哎哎哎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！嗨，老婆。 乱叫，我到法院起诉你。没结婚呢，你也告不着我。要不咱俩先结了，你再告我。想得美。咱不能谈恋爱谈一辈子。结婚和谈恋爱可是不一样的。怎么
你有时间照顾家吗？你看你又提这个。说到重点你就不高兴。今天又请晚了吧？一点点而已。那就等着晨晨骂你吧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到单位了。你路上开车慢点啊。拜拜。喂，哎呀，你到哪儿了？你能不能快点？大哥，别急呀、啊，快到了啊，快了，嗯。我先开，血毒这儿。禁毒支队的。这什么情况？地下通道发现一具尸体，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哦。过。陈氏在里面等着呢。就你话多。对，就是那小子啊，你一定给我盯紧了，听见没有？嗯嗯，没错，嗯。那我早饭。我也没吃到。你不能有任何闪失，知道吗？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嗯，好。赶紧的，布置任务吧。时间地点还没确定呢。跟你催命似的把我催了，我才睡了俩小时，我还没睡呢。哎，大李啊，卫东昨天下午传回信息以后，到现在失去联系了。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能不能闭上你这个乌鸦嘴啊？你给他准备那脱身渠道检查好了没有？他是咱多年的战友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会有问题。这个渠道绝对是安全的，你放心。这个佘载明啊，非常狡猾。我叫你过来就是赶紧要布置任务了。哎，跟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放心吧，肯定跟不丢。我现在啊，就等着迎接卫东这个大英雄了。卫东暂时还不能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琢磨琢磨，卫东打进他们内部啊，钻到他们肚子里面那么容易啊？周局长的意思，省厅对我们这次行动特别重视，如果需要的话呢，上面可能派人直接来配合指导。你说要扩建是吧？对啊。这条线一直是咱们跟的，对吧？就别人一时半会儿他插不上手吧？怕抢功是不是？你就放心吧，这个案子结束以后立功的就是你跟卫东你们两个人。你说哪儿去了啊？你就不想破个大案立个大功，让这些人换个位置坐坐？嗯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你们家明辉给你施加压力了啊？人家都是科长了，你现在还在科员上晃来晃去的啊？说啥呢，我是甘愿被领导，我结不结婚完全看我们家林科长安排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在单位追求一个合理合法的进步，这不应该吗？嗯，想早点进步好啊，但是首先要服从领导指挥啊。李天凡，我得提醒你啊，以后做事别擅作主张，周局长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执行，把你事儿整清楚啊。开会。同志们，我们今晚九点抓捕的目标就是这个绰号叫佘载明的人，真名不详，他是我们本市最大的毒品供应商，抓住他就可以重创本市的毒品销售网络，这也是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禁毒工作的成果。我们刚刚接到监控报告，今晚交易地点百乐门夜总会。今天的行动由一大队大队长李迪凡统一指挥，
大家都听好了，按照咱们提前准备的二号方案，跟踪组的同志已经在百乐门夜总会严密布控，支援组的同志也已经全部到位，消防通道交给二大队布控，咱们一大队负责实施抓捕。张力到，你们小组负责堵住夜总会的后门。是。王一轩小组到，负责控制现场。我范英浩、陈小璐、李雨雨负责实施抓捕。大家对一下表，我的表是3:52，晚上7点分头行动，现场听我命令，同时采取行动。现在布置一下行动细节，放吧。都不要用笔记，用脑子记。这次行动要秘密，抓捕之前，其他小组不要打草惊蛇。周老师，真是你啊！你是？哦，我是那个99级国贸系的林明慧。上学的时候你还给我们带过课呢。啊，所以我想起来了，林明慧，你们系的团支部书记，你还组织过咱们学校那个元旦的那个联欢晚会，对吧？是你主持吧？对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办事啊？哦，我啊，从学校离开了，现在呢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的公司。来，给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光彩星辰。把这个后面放大。何处？咱们的监控对象又出现了，另外发现新情况。这价格还可以再优惠点吗？这个成色我是最便宜的了。以后我会经常来拿的。价格真的很低了。大哥，那好吧，那我都要了，然后下次尽量给我再优惠点。下次好吧，行，合作愉快。来，哎，合作愉快。6711房间，行吗？你还埋不埋呀？你还不让跳了你？何大明呢？不认识。这屋里面就你们俩。刚才进来大哥走了。控制住，给我走。两个人坐这儿。是。把这个安全出口上上下下搜个遍，快！张一剑，他们玩我！别动！啊！
刚哥，佘代明死了。老实点，这事报应。哎，大哥，坐了他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兄弟，对不住了啊！咱们各为其主，早死早脱生吧。来，送他上路。喂，傻瓜，你开机了？金明慧，我是王丽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王局。现在在哪儿？在家。马上下楼，我在你家楼下等你。哦，好。明慧，啊，这么晚还出去啊？哦，是。是迪凡在等你吗？是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走了啊，妈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啊。局长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？把手机关了。哦。怎么样，佘代明救过来了吗？半道上就死了，法医室解剖呢。一条线眼看着就断了，就差半步。这怎么会死了？不知道。你抓那几个毒贩子，我一看就是卖亚瑟丸的，小虾小蟹，没啥大用。审完才清楚，必须仔细审，兴许还有别的什么线索呢。卫东同志出生入死，不能让他白忙活。我真是觉得对不住卫东，这么一条大鱼到我手里面死了，憋屈死我了。你跟我向卫东解释解释。哎，你跟他联系上了吗？要解释你解释啊，我没脸跟他说。那以后卫东有什么情报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好将功补过。李队，要连夜提审吗？审。王局，你好，何处？哎，先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省公安厅缉毒处的何涛处长。这位是海关庄财科的林明慧同志，欢迎你。何处长好。来，这边请。来，明慧，这么晚找你来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？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不是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同志，我们今天找你来，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任务。对今天的谈话，你必须绝对保密。嗯，我会的。正我真不知道谁是佘代明。佘代明，跟你一块的人叫什么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啊？真不知道，第一次见他就叫，让我叫他大哥。那你们为什么要选择6711包厢啊？去的时候大概就安排好了。交易时间是几点？9点。正午没吃饭呢，管饭吗？我真的是第一次，同志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周末办公室有个聚会，我提前准备点东西，准备助兴，
其实你们也知道，这东西现在也不算是毒品。连这都不是毒品，那什么是毒品？周小斌，也就是你的大学老师，现在的身份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个人是省公安厅和海关的重点监控对象，有走私贩运毒品的嫌疑。我们盯他很久。不会吧？我们今天才刚见过。周小兵一直以进出口货物作为掩护，他行事低调，所以很难掌握他贩毒的直接证据。我们一直就想从他身边的人找到突破口，因为你的身份，也因为你和他的师生关系，我们希望你以工作关系接近他，掌握进一步的犯罪证据。我们那么多年都没见过了，他也不能相信我呀。这方面请放心，我们会为你创造一个合适的时机与合理的理由。林明慧同志，这个任务很重要，也非常危险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虽然你不是专业侦查人员，但是你在海关缉私局工作多年，我们相信你的素质和能力，所以我们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哎呀，刚刚过去这24个小时很不平静啊，尤其今天晚上可以说很乱，所以丁凡，你得冷静一下，多动动脑筋，发牢骚不解决问题，明白吗？啊，周局，你看佘载明一死，我们做内线的吴卫东同志到现在也没有反馈，我很担心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卫东也不敢贸然出头啊。我估计啊，嫌疑人内部现在已经非常混乱，老大一死，没准他们正在进行内部清洗呢，都想争着做老大，占领毒品市场，所以卫东避一避可能也是正常的。对了，你跟卫东一直是单线联系吗？对。你想一想，在这个途径上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应该不会。我担心佘载明的手下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卫东的身份，我觉得还是提前把卫东撤出来吧。不行，以卫东的性格，他不会轻易撤出这条线，再说打进去那么容易。这样，到时候根据情况而定，如果说卫东没有十分的把握能跟佘载明的上线接触到，这样他就掌握不了毒品的新动向，所以安全起见，还是应该把他撤回来，毕竟战友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。是。这个任务很重要，也非常危险，我们相信你的素质和能力，所以我们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对今天的谈话，你必须绝对保密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。嘿，林明慧也学会关机了。那怎么了？你整天忙案子，人家对你就不能有点意见？他要做警嫂，当然得习惯咱们的生活方式了。净吹牛吧你！哎，说正经的，你俩啥时候结婚？我听领导安排的，他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。可他一直不吐口啊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看，你看，两天没睡了吧？赶紧回家歇一歇，孩子还在家呢。哎呀，我还是担心卫东啊。你放心吧，他随时都可能跟你联系的，这儿也少不了人盯着。除了我，你还放心谁啊？走吧。哎呀，你这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哎，大力啊，对卫东你能不能不发脾气啊？我不会对他发脾气的，他出生入死的，有点不周到很正常。我们是同学，你放心吧。行，
你呀，抓紧时间梳理线索啊！刚才周局嘴上没说，心里头比咱们谁都急。啊！我们结婚吧，明天上午9点去拍婚纱照，下午领证。你再不来，我就要退婚喽。好，一定去。明天我就成你的合法丈夫了。赵局，有什么紧急任务吗？卫东很可能已经暴露了。不可能啊，我相信卫东的能力。废话，你和狄凡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卫东也一样。我不想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什么意外。周局，要不豁出去放弃这个案子，我跟狄凡把卫东营救出来。不能顾此失彼，卫东要归队，案子也要破。是。你队醒了。嗯。不到7点半啊！啊！哎，你今天抽空给我去买个蛋糕去。谁生日啊？明慧姐。哎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李队，我可提醒你啊，明慧姐可是咱们台湾第一官花，你这整天不着家的，小心被贼惦记着。我就是抓贼的，赶紧去啊！吃早点啊！嗯。小刘，卫东有消息吗？吃吗？家里吃了。没有。哎，不像是卫东做的事儿。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。你还是主动跟他联系一下吧，保险。嗯。另外，我今天得请个假。你开啥玩笑？这个时候能给你讲吗？明慧要跟我拍婚纱照，领证。真的？啊。而且人家说了，这回要是不去，就没下回了。你嚷嚷好几年了，也没见你们动真格的。你们也没给我时间让我结婚啊。都说成家立业，成家立业。我这每天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，
光顾着立业了，你也没给我时间让我结婚啊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不给你时间？那是毒贩子不给你时间。哎，啥意思？这次真要结婚啊？我跪下给你发毒誓行吗，大哥？哎，别跪啊！这样我给你下啊，快去快回。万一卫东那面有什么反馈，咱们马上要研究下边的行动方案了啊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啊，去。小子，真要结婚？亲爱的，啊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拍婚纱照了？不是你天天嚷着要结婚的吗？我听说这个影楼有那个优惠活动，这几天。哦。那你是不是嫌太突然了？要是太突然的话，咱过一段时间再过来。哎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是巴不得早点有这么一天。啊。好了，新郎可以换衣服了。好了。嗯。我换衣服去了。喂，哪儿呢？哦，我在蛋糕店呢。上班时间买什么蛋糕？赶紧去刑警队发一个寻找卫东的协查通报。是。哎，李队，你是不是跟明慧姐在拍婚纱照啊？恭喜恭喜啊！不准拿这事儿开玩笑。听到没有？快点！是新郎呢？挂了。来了来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咱们俩结婚的事儿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妈，还有你们单位的同事都不能说。以后管我妈还叫阿姨，不许改口。听见没有啊？嗯，没问题。你也不许得意，还得像以前那样做人。是是，我知道，我记住了。我向你发誓，守口如瓶，啊。你就是我的未婚妻，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女朋友。行了，啊，你看你这不高兴劲儿的，你的指示就是我的最高指示，你说一，我就不二，绝对不二。嗯，高兴点，今天是咱们的幸福的日子，还是你的生日。我都忘了。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想想啊。那你送我一孩子吧。行。领证之后绝对送到。啥样啊？你不加班就是送我的最好的礼物。今儿晚上。今儿晚上去你们家，好好给你过个生日，我给你们好好做顿饭。领了证，我就是你合法老公。我整天连个影子都见不着，还老公呢？我现在不是陪着你呢吗？你陪着我，我一个星期最多才见你两次啊！这结了婚，我守着一个影子过日子啊？真希望你不是干的这个职业。你就别为难我好不好？我干这行干了十几年了，
警察这个职业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，除了这个我也干不了。以后我保证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你，好吗？看看，那我是你生命中的哪一部分呢？是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吧？你是我生命中除了工作的所有。看看看看，还是工作第一，我第二，是吧？领证的人们啊，出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女孩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人家都说女孩长得像爸爸，男孩像妈妈，我希望咱们的孩子将来像你。啊哈，像我有什么好啊？我怎么难看啊？要不这样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你。一女孩长我这么大一鼻子，要我说咱们俩生一闺女啊，还是像你比较好。不行，就得像你。行行行，像我。不管像谁，是咱们俩生的不就行了吗？那可不一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很多钱的。我知道，咱们俩不是有工资吗？省吃俭用的，养孩子足够了。你知道养孩子要花多少钱吗？孩子要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要上好的学校，咱那点钱够吗？你这话说的啊，嫌我没钱是吧？我嫌你没钱就不给你领证了。这不就行了吗？我努力工作啊，我多拿奖金，我给这个家，给你和孩子多做贡献，啊，我努力。多人呢？你看这一会儿就排那么多。啊？这么多人？你就安心等着吧。等着吧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我马上回去。明慧。嗯。出事儿了。什么出事儿了？我得回趟队里。咱们改天再领证，行吗？改天。我得赶紧走了。
魏董牺牲，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，尤其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工作快十年了吧，这个我能理解。但是我提醒你们俩，这件事情都给我藏在心里头，不准写在脸上，听见了吗？明白了。支队正在商量，准备给魏东同志申报樱木的材料。材料的事情不用你们管，我已经交代给政治部了，他们会去做的。魏东牺牲的消息要严格控制在内部，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抚恤和照顾的问题我会亲自去抓的，你们两个不要分心，这是第一件事。沾线。